有有有哦哦哦有有有。哎呦，哇，好长哦！可以耶 ，Yuri 今天就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哎呦，很辣，这个战服非常的直接的战服，对。而且我发现他的衣服也是有玄机的，看一下后面是一个拉链，一拉就掉了。哇，平常做什么动作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动作男生一定会看我，女生一定会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心机吧？学校是不是？你说。突然在搭公车，然后看到喜欢的男生，然后就这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在看我这个零分，这个零分，你嘞？我发现男生好像会注意看女生涂唇膏的时候，会喜欢看那种唇特别性感的女生。我觉得像 Yuri 这种，就是稍微比较有分量的唇，因为我唇太薄，所以我还好。OK。但男生会看那种喜欢比较有分量的唇。那 Yuri 你自己？弄个鞋带啊，这种哦，长腿不是长腿，长腿就是不一样。对啊，鞋带掉了，然后脚这样子哦。好了，其实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今天有准备一个排行榜出来的，男生最喜欢看女生穿丝袜的那个 moment 是最性感的。有人会在户外穿丝袜？对啊，在家里啊，男朋友看到。对，家里男朋友看到，所以你们今天要帮我们示范一下。好紧张哦。哦，有有有哦哦哦有有有，哎呦，哇塞，可以耶，这有没有？至少有99分。有有有。好，那你先不要脱掉，下一位。这个没了，就到这。没了，还是这样。好，你继续继续。有吗？有吗？这样也蛮性感的。我觉得可以耶。有有。有要性感。性感性感，好，从现在开始来，脸呢？好来，我怕哦。哎，你跟我一样，不由自主这样子，等一下起来，要这样子的。有啦，有啊，有啦，这个角度哪里有啊？我觉得这干的部分就让它干下去吧。99分，这个至少有85分，这个但15分。哎，至少还有分哎。至少有分，因为毕竟你的脚的曲线还是有的，这样，所以有15分。接下来真的要让你们换上你们的战服，跟心仪的男生出去会穿什么样的战服？然后我们来检查完战服之后，还有下一个阶段的考验。你确定你有带？是这一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脱掉粉红色里面这个毛衣就是你的。5分钟后，男生到门口来接你们，你们只有5分钟的换装时间，计时开始。好，现在三位都已经换上了战服了，但你们已经超过了5分钟，你们总共花了15分钟，一个人先扣10分。那你先介绍一下你这个衣服，你觉得它最吸引男生的地方？我不知道，蝴蝶结啊，打开我。你说很像一个礼物这样，然后袜子配这个袜子，对。脚趾是不是？所以通常穿高跟鞋一定会配袜子，也是一种风格。是，但这个袜子3分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是不是害羞？现在很不自在。好，小萱萱，你介绍一下身上的这个战服。还好还好，休闲又不失性感，就是我觉得性感也不能太性感。然后就是也是不能太露，所以这个大 V 还要加一点点小可爱，这样不能给太多，一个要慢慢给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如果今天是很喜欢，就把小可爱拉下来这样，但如果觉得还好，就越拉越高这样。喜欢的就是把它藏起来的。对，然后不喜欢就变高领这样子拉上来这样。对对对。Yuri 今天就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哎呦，很辣。这个战服非常的直接的战服，但是我还是有选比较深色，不要那么。艳的颜色，感觉冬天还是可以这样穿，不违和的感觉。你们两位今天都很突出，只有隔壁这一位现在还在做脸部的按摩，想要放弃自己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衣服当然可以替自己本身加很多分之外，但是整个气质、走路的姿势，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男生来看是一些很重要的评分。所以今天有一个仪态的考验，就是你们穿着高跟鞋，头上要顶着这本书，然后不让它不能掉。这样穿高跟鞋比例的时间，一年大概会有几天？除了工作之外。10天吧，不到十天。如果工作以外，真的没什么时间穿高跟鞋。你零，完全不会穿，那也是零。对，几乎没在穿。那你等一下压轴好了，好吧？我们先看 Yuri， 就是手头上顶着这一本书，然后走往前走一小段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现在头上顶书，要像平常走路，好像头上是没有书的样子哦。5、4、3、2，往前走。哎，好强哦！
怎么？怎么？还假装没事有没有？怎么就掉了？这个位置机会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为什么同手同脚的感觉？再换小一本，小一点的书。很难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耶！可以，他可以。好，转身。好强哦！有，哎，可以，可以。而且我发现他的衣服也是有玄机的，看一下后面是一个拉链，一拉就掉了，哇塞，果然是战服，性感的，假装头上没有梳，然后前面有一个你喜欢的男生在等你哦。可以跟我一样先有一个这个起始，也蛮厉害的。我发，这谁看来都觉得这女的有问题，偷偷摸摸什么？下手 OK 哦，我看你回去看这个播出，你会有多后悔，自己呈现一个很荒谬的状态。好厉害！好，往后走。八股回去。对。我觉得有可爱小女人的感觉。有可爱的感觉，有一种另外一个氛围。有性感，有性感。有。而且它后面也是拉链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而且也是一件式的拉链呢，一拉就全。整件。开心的感觉，我跟你讲，衣服不 OK 没关系，自信要拿出来，有自信就是100分，好不好？有日本女子的概念。哎，那好，先不要顶书好了，我们先不要顶书，你先穿高跟鞋走一段，我们会给你一个后置一个性感的音乐哦，可以可以，性感的。好，高跟鞋不行，但小吉炫让你平反一下刚刚你穿丝袜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有男生在看你哦。勾起来耶，就会很想去迎接袜子。对，脚会去迎。脚趾很不自觉，他们有大脑。不好意思，你穿到裙子上面了。注意一下这个部分。有吧有吧。这样可以吧？还 OK， 比刚刚好很多了。刚好吗？刚好吗？好，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呢，因为你们现在都他们都穿上很漂亮的衣服，这样，我们假装这边是一个金马奖的酒会，我准备了一杯类似香槟的酒杯，你们要从一个远处走到等于是上台领奖的概念，但是我们的地板今天有一点稍微坏掉了，刚刚被卡车碾过，所以它长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好不好？太讨厌了吧！什么金马奖会这样？所以金马奖就是地板没铺好吗？崎岖的路子。来，对，有够崎岖。Yuri 先好了。我先。对，漂亮的，一气呵成的那种哦，抬头挺胸，优雅。哎呦，好强啊 ！OK， 好强啊！表情管理哦。好，恭喜你得奖。哎，这就是后台的女艺人，下了台脱下高跟鞋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恭喜获得100万的现金，100万的现金，想必是一个诈骗案吧？他刚刚那个脸，我很惊讶，要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恭喜小鸡炫获得最佳女主角奖，最佳女主角哦。水滴出来了，是便秘还是？我想应该是尿急，想必是要生了，对不对？羊水要破了，好，到定点，我们记者要拍照，记者要拍照，漂亮的，漂亮的。哎，真心痛吗？我没办法让你设定这个场景，因为你这个衣服想必好惨哦。没有啊，哎、欸，它不痛哎、欸，还好啦，好强哦、喔！果然是平常有在操劳哈。哎、欸，有跳绳吗？跳绳，你可以跳一支舞吧？你可以跳一支舞，好，那你借我，好来跳舞一下。Oh my god！
完全不痛。